热带气旋狮子山早前集港，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挂足22小时，不过都无阻港队羽毛球一哥伍家朗向女朋友求婚嘅大计。伍家朗今朝早喺佢嘅 Instagram 上载图片，见佢着住一身黑色西装，显得非常之高大有型。佢就分享话：，寻日八号风球之下 staycation 求婚，真系吓到一眼汗。一早 planning 嘅嘢，差啲因为个台风而被破坏晒。不过最后都成功喺香港港丽酒店向拍拖6年半嘅女朋友求婚。更加话今次可以话系最成功嘅 surprise， 又话读台词读到1999，女朋友都忍唔住喊咗。伍家朗就话要贵公落心落力为佢策划同埋筹备嘅女朋友好朋友，仲有酒店、花店、借出西装嘅公司等等，等佢最终都可以好型仔咁求婚。